陈茂贤头，那副台顶我讲晓，这个绝对比我低，比我低，我讲低。你较晓还是我较晓？你较晓。是安尼。自从你出现了，我就闭锁。较早咱顶副台顶做晓的，看第一次我就开始立正站好。啊，安尼好。这位超级红人榜出来了，真正拍法无简单，毒药六集了就记下讲，你莫来比啊。我不是六六集，啊无几集，我是去三道，嘿，输三道，输三道，搁有再条足，花车。啊，即马，嘿，啊，着输三道啊，结果吼，即马讲吼，有一点啊红安尼啊，恁讲对唔对？但你讲较袂臭车啊。我跟你讲，你感觉你偌青，你偌红，安怎？我为着要先甲你定落来，第三个月前就给定，你知无？哦，即马计数偌好呢？即马计数拢只食坐无人机呢？好，加早三个月前订，即马差不多要差三万块呢，有够恐怖的。即马佮问个无同款计数呢？你是订我的场还是订我的人？订你的场啦，订你的人要创啥？我的人嘛是会使有你订。老婆，我做个陪人困的呢。你别困，你家去困，我无迄个嗜好啦。我陪我困哦，包生人的相生啊。哦，啊，我来讲，恁这粉丝吼，真正我足感动。安怎讲感动？等下吼，我开放哦，你有机会跟这粉丝握手一下，甲表示一下。好安尼哦。因为下晡三点就来。下晡三点就来。我刚问你对咧，高雄。高雄。啊，刚问你对啊，台北。台北。我拄仔甲讲哦，还袂开场。讲恁等下啦，陈梦贤看完，恁来看到咧现场。等下还佫有刘福州，还佫有龙千里，你莫走咧。遐一个阿嬷偌趣味咧。安怎？朱启林。我等下要佮赶等下台北，我会使走咧。我知影迄个像。阿嬤在對，那個玉萍啊，走一下，那個，我跟你講，這團就是他攏伊帶頭的，攏伊帶頭的，國民團團長，按講，按台語講哦，歹鬼帶頭了，這個啦。哦，你看，對伊大師兄啊，攏穿你的 T 恤呢，真的啦，你看麥啊，攏穿全球巨星陳夢賢啊呢。你哪學這個名？全球巨星，全球特別更小，你唔知吼？唔知什麼？特別更小，第二，人的 Super 天龍都大，佮全球，因为我对小琉球来的，啊，规全小琉球哦，就敢若我这个明星呐，啊，所以我有这全球巨星啊，恁讲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佮大家拢制造这个可能我爱你，我爱你呢。哎，我爱你，然后有迄爱心的嘿，有迄顶顶开一个吼，迄个啊，摕牌啊，摕爱心的无？嗯。当年吼，迄拢爱水场的呢。啊，一届迄个银行敲出来哦，夭寿啊啦。怎啊？拍一个遐么离婚呢？对唔知吼，真奈哦，莫谈大件，哦，那谈大件讲出来啦，唔是迄啦，哦，唔是迄，你想伤济啦，我猜你又想我照顾啊，咱两个就是共同的朋友，什么人？是谁？有吊顶，你无吊顶，人伊超级红人榜内底过二十关呢，你搁特别去甲采访呢，迄个甲我共道了，我咧做布袋戏，安尼你就知伊什么人？哦。于凯洋哦，对，于凯洋，红人榜的帅气小生啊，是阮朋友，系恁朋友啊，嘿，啊，我较早去上迄个超级夜总会时阵，伊嘛去甲我帮忙斗三工，也安啊，哦，啊，阮两个算好朋友，哎，最近就较无闲好，伊刚伫咧录迄个破竹马时阵，我本来要去啦，啊，想讲歹势，我今看到陈梦辰会紧张，因为一票我较严。你今日看到我转来起价哦？对，你哪知我会起价呢？你唔甲因同款呢？哎，因若看到我嘛拢起价呢？来起价看卖下陈梦贤！啊，这边的卖起价对不对？你看，这边起价未？拢叫咩李阿公啊？对，我李阿公吼，真诶，真正无简单就对啦吼。哎，啊，你现在最近当中拢伫我爱冰冰秀内底好。你最近唱一条歌足唱的咧？对一条。阿嬷讲今仔特别你爱唱一条歌，有做准备无？对一，阿恁姐讲对一条，我唱过六条。阿母，我明仔菜都要出去。是啊。十万块。对啊。啊，不然两个演一段来啊。我拄仔才唱了，我演一段，
来，要搁来哦。来啊，你有想要看无？好啦，这这段我无雷搞，还要加码呀。我算老干就对，啊，你算你你要演老苍啊？是我演老苍，你演老苍，啊，我演早镜啊。来，老师，无啦，无用噶啦，演靠背就好。演靠背来，笑啥啦？足奇怪的，那边演一个戏，那么笑，很笑。阿伯，请问请个大声，对不对？阿伯，哪会啦？那明仔载都免出去嘛呢？你哪在？好，你唔知？迄头那主位看到我，就强要起价，强要你阿公啊！讲今仔用暗人要陪困，伊唔甘愿呐。阮主位另外伫遐呢？主位另外伫倒？伫后壁呢？你讲？主位另外伫倒？伫后壁，主位另外伫遐。你甲讲我要陪困？无要紧啦，叫我困一暗嘛啦。叫你困一暗。哎，我甲万岁甲恁暗调加一个。好啦，正经啦。啊，正经正经正经。人，人主位。嘿。给几万块，人要人赎身呢？几万块？哎，你几个几万块咧？几好呢？足歹听呢？几万块？哎，几万块？你讲会出来？即马若无迄个一百万，你敢伫遐要烧个几万块？迄十万都无看呢？啊，即马就迄十万都无够啊呢？你知影无？即马一百万，啊，都对，注意要来赎身哦。系啊，阮注意哪有可能个行情起一万，上届无拢嘛十万个对唔对？甲拍电话者来，注意注意里底，注意走一堆啊，内底啦，啊注意走去内底啊，嘿，我等下再看你个熟识。哦好，连工阮八月半拢固定个办影视风险。哦好，连工个时阵我即开只互你来主持都好，我休困者啦，我做忝个。哎妹，我头来看你做辛苦个呢，阿妹，爱主持啊，爱磨菜，啊干安尼尔，干毋是呢？爱煮食，爱煮饭安尼哦。即场爱我烦恼呢。啊是啊，啊！搁我筹备，啊搁开会呢，人啊搁叫我调了，我真头壳戆戆。啊，舞台爱你搭无？你唔知啊，张明搁来搭三斤半梅呢。我们这么帅气的主持人，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好唔好？谢谢，感谢啦哈！我想明年有机会，我叫你来主持，啊，我来后壁做策划就好。但是重点哦，重点安怎？计小看两个啦。我今仔做这无钱的呢，计小看两个。是哦，欸我今仔这场自告奋勇，特别讲要甲陈梦贤同档的时阵，我甲阮注意讲，这场唔免钱，我阁倒塌。是啊，真正为着你要来，我去坐飞机。好，我现在去甲吹一下，吹一下。哎，我要配合你呢。你这款的 class， 你这款水准，这款的有够屌。所以我讲，哎，这个讲啊，佮讲我这种 class 呢，可能英语的。哦，为着要配合你呢。我今仔日当兵的时阵，四点就走去吸毒。四点走去吸毒呢？你嘛是吹亮晶晶的，半边山，哎，半边山，还佫亮晶晶的，对啦，佫危机点，佫有流汗。哎，对呢，你今流到规身躯包，无使你点钱也袂歹啊。等下我要来吸汗。好，即马暂时互你对佮咱的这个好朋友粉丝互动一下，啊，要去上比赛，但是我有跟你讲哦。可以尖叫，可以激动，但是不可以暴动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想爱带你对无？我今到时阵爱维护无？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吼。控制也好势，控制也好。啊，你哪唱歌？啊，我啉住咧第一节。哦，好，你啉。好，你豆豆。来，陈梦贤先生。啊，刷来，恁够想要听无？这条歌今仔为恁特别准备哦，足久无唱哦，啊，我下去跟大家握个手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不要太激动啊，我会害怕啊。今夜又梦到你啊，纯纯的歌声伴着青春的人影，温暖的双手轻轻牵阮向前行。像是天生的模样，热情你啊，亲像甜蜜的烧酒。哎，你很棒哦，今天你最热情。可爱的人呀，亲像甜蜜的烧酒。听听望天的人，敢是真心的人？
真不甘，谢谢。梦中听见的歌，你可这么爱我？谢谢。写一段流浪的苦叹，一条纯情的歌。轻轻牵阮向前行，迷人的目睭，闪是天生的模样。热情的你啊，亲像甜蜜的小酒。可爱的人啊，亲像甜蜜的小酒。听梦见的人，敢是真心的人？为何你一直叫想着真甘？梦中听见的歌，为何这么哀怨？亲像是了写一段流浪的苦。一条纯情的歌，你是完全无望。你敢知世间也有一个你的心肝？控制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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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